廖姐，跟你说一件好事情。说。就是说，最近不是牌里赚了一点小钱吗？哦。然后我给了50块钱。可以啊，谢谢啊。嗯。是大哥可怜我的，是不是？啊。大哥可怜我的，是不是？哇，你太聪明了，确实是一个网友，他资助给你的。嗯。谢谢那位大哥。但是我们有现金啊，要不我们去换现金嘛？走出去就有小卖部，然后去小卖部换一下就可以了。小卖部？啊，对，买一瓶水都可以换了。是不是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小卖部？是。那里有卖很多绿茶、红茶什么的哈。但是上一次他说不换呀。你可以买一瓶水呀，买一瓶饮料呀，他就换。每次都要买水，啊、感觉浪费钱。啊，那没事。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吧，看一看别的地方能不能换吧。就是说不花钱还能不能换？现在没办法，因为，怎么了？你去换了给我吧，因为我还有小包啊，包还。哦，你那个包在那个浪哥那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样子，我去换，然后给你。啊，那行吧。那就等我一下，现在我有事情，我就出去。可能回来要个把小时。就是说你一直在这里是吧？那行，啊，那你去吧。那我现在一个人去换那个现金吧，看能不能换的。现在这年头换现金也不好换呀，必须买个东西。刚刚问了一个店老板，他说这个年头啊，哪里有什么现金啊，没得换。然后我去前面那个小卖部看一下，以前的话经常在那里换现金的。但是呢，还是要买一瓶水才可以换。就是前面这个便利店呢，关门了。没想到换个现金这么麻烦呀、啊。前面有一家水果店，去那个水果店看一下。本来小卖部的话，买瓶水就可以换了。那这个水果店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换。老板娘，这里有现金换吗？换50块钱。有没有现金？现金。对，我换50块钱。没有，我买个西瓜，换50块钱有没有？还买一个西瓜？好呀，买吧。我说买个西瓜有没有现金换？我给你换呀。你帮我去换。西瓜多少钱一斤啊？西瓜我们这个好的2.5元。2.5元。我也不买，你管。有没有冰的？冰的有。看一下哪个冰的。整个还是半个？整个。要整个。对。30块钱。30块。啊。啊，行吧。现在买了一个西瓜，30块钱啊。那现在这个大姐的话，给我50块钱现金。现在的现金都没有了啊。对啊，现金不好找呀。现在。大钱都给你啊。好的，现在终于现金花到了，去找那个丽儿姐，把钱给她吧。丽儿姐，哎呀，真的不容易啊！我这个钱啊，找了很多店才换到的。谢谢你。啊，你拿着吧。这是一个叫做明的那个网友，资助给你的。谢谢。就是明，就叫明哥吧。谢谢明哥。行，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